这个摊儿算是在山东大集或者是全国来说最简陋的一个摊儿。你看这摊儿多便宜了啊！哎呀，我都感觉在下雨的时候会漏雨，破的这个篷布感觉要塌了一样。大叔，你这卖的啥呀？卖的豆腐卷儿。豆腐卷儿啊？还有啥？煎包吧，那是。豆腐卷儿、油夹馍。煎包啊！来吧，八五一的油夹馍，快过来，来吧，又实惠又好吃。好好。这豆腐卷咋卖呀、啊？豆腐卷儿一块钱一个。一块钱一个啊？哦。到了七块钱一斤。哦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豆腐卷。可以，后面还带浇的呢，像我们那边锅贴一样。煎包，这是啥？羊头啊？狗肉，狗肉。哎，狗肉。这自己吃的你们？啊，自己吃的。哦，买来了哈。完了，不愿吃。哦。我这被戳毁了，被戳毁了。这会儿好了是吧？那这好，豆腐卷。哎，豆腐卷好。啊，好，好吃。您做这个多少年了？一块钱一个。您做这个多少年？过了40多年了。40多年。这是做啥？切这个韭菜做啥？那个萝卜子馅。做什么？那说饺子的。做饺子馅。饺子馅。哦。看着就韭菜就新鲜。韭菜、白萝卜。肉。啊、哦，盐碎、香菜、香菜，哦，拌馅儿的就是哈，香菜可了漂亮了啊！嗯，对，他这个在这搞的都是新鲜的，好吃啊！是啊，那不是说是人大饭店里一买些多是一的，嗯，对，又在这下岗，都是现拌现包的哈啊！切了的白菜，这也是一会儿拌馅用的，哎，好，拌干了就晒的，哦。板油，板油，哦，不调馅子，不调包子馅子，啊，调馅用的哈，好，做起来发香啊，这个，嗯，热一下，啊，燕油吧，燕香好拌，对，板油，大姨，你们这卖的太便宜了，我们农村老百姓没钱，我得不叫便宜点，都叫尝尝吃。那你们这一天能卖多少钱呢？一天，今天还行，今天是一放假，啊，人多点了，是买饭的太多了。能卖80块钱不？啊，80块钱，100块钱有没？啊，100多块，100多块钱。啊，卖300块钱。那像你们在这儿摆摊有摊位费没有？摆摊费啊，有有啊有，不便宜，不便宜，对，不便宜，就是那么个量活。嗯，对，这个我都自己照顾的。说嘛，就卖了点钱。嗯，我们年纪大了，身体很长。您多大年纪了？我今年71。71了。啊，我老头子72，一身毛病，高血压很严重，天天就得打针吃药，整点都给吃了也放心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边啊。这里边那个豆腐那个羊，三毛钱，这个营养相当高，你还有的好像一碗那个盐也没了，不要钱。哦，不要钱，这是做豆腐那个水是吧？对。哦，好吃吗？你尝尝。好，您觉得好吃不？很好。很好。当年腌的是一溜的。哦，行行，我一会儿也尝一尝。他做那个包子很好啊。嗯、哦。把这白菜抓一抓，也要拌这里面吗？哎，对，抓一抓，哦，抓一抓就下下水。对，那这里面拌的菜还挺多的哈，啊，都是好几种，好几种。这是该放调料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嗯呀，那成一个喽，成一块儿，有点受潮了。嗯，这鸡精，鸡精，对，行了哈，不干了哈，啊，好，嗯，味精、酱油，哎，酱油，老抽，对，老抽，哎，花椒，花椒，哎呀，这老抽没上。花椒没，哎，我的油，花生油，花生油，花生油，还有肉啊！啊，有，我下回那么的少了，少一点我就叫。这不是包豆腐卷吗？这是豆腐，我这又哎包饺子，哦，饺子，对对，哎，饺子。该准备包饺子了。哦，你们是上午卖豆腐卷，中午这会儿就卖饺子啊？对。有点的声音。你们在外头吃不上这好下的。对，这就是家里边自己。那咱们自己在做家的做法。哎，对。
哎呀，不给那零食。要准备下豆腐卷了。俺这边呢，你也等着。嗯。我看你们一摞熟的，炒个锅，热腾腾的，你一照上，那才能照上。豆腐卷就剩那几个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咋再多着说嘛？嗯。你多着等着，我找熟着。行。熟了锅着，熟了锅着，那么有热气腾腾的。嗯。你照上个。这得做多长时间？赶紧说。啊，赶紧说，一干就熟了，再放点板油。这是好锅啊。嗯。好嘞，那我就等着吃了啊。好，等桌子找回去。好，过来。火烧起来，烟冒起来，豆腐渣要好了。来，煮了包子了。来，等等着。好了，包子里都裹水啊，裹水啊。都吹点给我吃。老板，老板，你们吃火烧，不能下水烧，吃烧。这煎包咋卖啊？哦，煎包子啊，咋卖？十块钱一斤，加倍，十块钱一斤。哎呦我爷了，这八块多了，赶紧过去吧。吃豆腐卷，然后自己再调点这种小调料，韭菜、辣椒，放点酱油。一块钱一个的豆腐卷儿，最后两个让我抢到了。嗯，底下煎的这种焦焦的，跟锅贴那种差不多劲。把这弄的小咸菜倒到这上面。烤的就是焦焦的，跟那种煎包那种底儿差不多。里面是这种豆腐。看着没用，真的好吃，就像我小时候在农村吃的那种一样。最近我赶大地以来最合我口味的一个，真的不得不给这个大叔竖个大拇指，这才是人间最淳朴最朴实的美味。吃完了，香。